新观点，我是新观点。我是新观点，我是新观点。同时要带你来关心的是，说到声量爆高，宋七里的声量也爆高。大家以为宋七里已经销声匿迹了，没有想到，难道他又重出江湖了吗？因为在今天他说，他呛柯P说，哈 ，YouTube 的订阅数突破10万，刚颁了白银啊、哦，白银的一个奖牌 ，YouTube 会颁奖牌的柯P有什么厉害的？我呢，那个金牌放在我家里好久都没有拿出来，我超过百万呐、啊，甚至于他的影片点阅率超过2亿，到底宋七里怎么做到？他现在已经变成了网络上的宗教网红了吗？我们刚才介绍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，邀请到宗教研究学者江灿腾，各位来宾好，好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康仁俊，啊，光华哥好。那今天宋七里为什么会和柯文哲连结在一起呢？我们很难。很难想象宋七里、柯P这两个人会有所连结，但今天有了连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宋七里说，在网络界我比他还红。就一个铁牌，铁牌，这奖牌哦，这个美国来的很名贵。我还说你要送我这个12现金给我就好了。拿着奖牌看来看去，柯文哲庆祝官方 YouTube 频道突破10万，还是政坛首位。但现在有人要来 PK 柯市长。对，我所谓破屏大概应该100多万吧。但是这届我会感觉惊讶，是讲柯文哲的银牌摕出来，咱金牌我藏足久啊，拢柯文哲摕银牌出来，甲你讲，咱这。看看柯文哲的 YouTube 订阅率有30多万粉丝，但宋七里的大日中开大绝，直接冲破百万，大胜柯文哲。再来比比看柯文哲的最夯影片，在蓝绿加工之下还活到今天，我们是吃苦耐劳的，拜托。靠着一日幕僚捧红不少柯家军，得到1300万次的点阅率，但宋七里的这部影片更厉害。来，我来体味内在的如是力。两人相距3公尺左右，信徒被宋七里再吹一下，更是硬生生跌在椅子上。这支影片拥有2亿1000多万观看人次，相较之下，宋七里观看人数明显胜出。所以你刚刚人数最少对你来讲，最少不差啦，爱直直落来，因为你到什么3、4月，我拢会直直落，记者不留啦，来者不拒啦。只能说一个政治日常，一个号称帮助潜能开发宋七里 BK 柯市长，这战帖下的出乎意料。三立新闻黄启昭、庄祥宇台北、高雄报道。想不到宋七里，我们以为销声匿迹的这号人物，竟然变成网红啊！仁俊，他现在他说他的夯的程度超过柯P耶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在我们那个跑还在跑新闻的那个年代里面，宋七里真的是红极一时啊！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整个的分身大法？而且呢，很多相片上面通通都有，还有信徒出来见证讲说，我在同一个时间里面，确实在不同地点都看到宋七里。但是，他被戳破谎言之后，不是了，哦，又去啊吗？是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那时候全盛时期还包含，你刚问说为什么他全盛时期超过柯P？因为柯文哲自己不是，他是现在超过柯P。我跟你讲，现在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其实他就是他已经销声匿迹了，想不到已经不止重出江湖哦。是啊，而且他现在变成网红、哦。而且不只是这样，你知道，因为过去很多人都质疑讲说他的照片啊什么是假的或者是什么的，结果我告诉你，居然有人都讲说没啦，黑某合成，黑某造假啦，全部都不是啊。所以你看到现在再跑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就说哦，奇怪呢，很多人以为说立博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还有宋七里显像纪念馆？还搞了一个好大的那个馆子，是。结果我跟你讲，人家现在从实体走到网络里面去了，现在变网红了，居然变成网红啊！好，我们来问一下杰克，那个被点阅2亿的那个影片，你看过了吗？我看过。哇、哦，大家拢看过，莫怪杨，莫怪也 YouTube 颁金牌给他。跟我一点关啦，跟我一点关。你感觉那是安怎哈？其实，但是那是民众啊，那是一般民众啊，那无看起来无亲像萨库拉呢。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嘛，对。但是你现在在现场嘛，那我其实可以让你体验一下。其实，那你可不可以先帮我们看这个影片？这个影片它到底是以你来看，这是真的有神力，是幻术，是魔术，还是？以魔术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个人认为其实这比较是心理，或者是他跟信徒之间某一种的默契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影片，请江老师帮我们来看哈。好，因为有一些好奇的媒体记者啊或民众去找他，
现场啊、哦，当场实验，我们来看影片。嗯，你看是真的假？当然假。他隔着这个距离，他们就会后退哎。我马上给你解释，基本上这个当中有双重线，一个是配合演出，啊、嗯，一个是受暗示。好，配合演出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灵演嘛，他是演员嘛。对，就是后来的电视记者不相信。对，不失败嘛，成功了呀、啊。不会有成功的。哦，不会有成功的、哦。哎，那个成功就是你接受他的暗示、嗯。那现在影片看到的这是行功啊，失败？现在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套好招的，啊、嗯，会说暗示。可是当我眼神给他或一个手势给他做的动作，他自然就会有这个反应出来，哦、不由自主。是宋七力平常休闲饮茶的时间，非正式的聚会，由热道的会员们用家庭式录影机拍摄，所以画质声色不是很稳定，揭露精彩或重点，以想无法亲临会场的喜道者。张工程师事事求是，一丝不苟，做起事来有他的诚信原则，是很铁齿的硬汉。宋七力说，能拔得起我眼前的花，就可以谈天论道。他很好奇地上来，这正好合了他的心意，因为他喜欢有凭有证，事事求实证，必须亲自验证才相信，即使求道也不例外。他卯足力道，全力以赴，否则就要默默地进关了。这不是大卫魔术，也不是中国戏法，看来是雕虫小技，微不足道，却是本体功能之一。宋七力要张乃仁拔花的目的，为了印证本体的存有，而且体会本体比人的力量还大。张乃仁再挣扎，已经放双手一搏，耗尽全力，仍然拔不起宋七力眼前的花，最后承认失败了。张乃仁回座位途中，宋七力再以定身法锁住他全身力气，又被定着无法动弹，双脚有如桩柱，就跟他所做的工程一样坚固。奇怪，这脚是我的，怎么不听我使唤？再挣扎还是不听指挥。人定胜天还是天定胜人呢？释迦佛就是凭这两招击破魔兵与六术士。根据佛经曰，释迦佛出成道，坐在菩提树下时，魔王波旬特地赶来向释迦佛挑战。魔王宣称要将释迦佛抛向大海去。释迦佛对魔王说，我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净瓶，如果你能拿得起这个净瓶，你就可以把我丢进大海里。魔王既然被称魔王，当然自恃法力高强，岂料动弹不得，魔王急得满头大汗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丝毫未动净瓶，魔兵们吓得落荒而散。但是此一招拿不动，轻易击退了魔王与众兵将。经又曰，有六个著名的术士，仇视释迦成道了，向释迦佛挑战。释迦佛等他们坐定后，较量之下，便分高下。
六术士发觉自己再也无能力站起来，没有办法离开他们的座位，术士被定住了，当代名术士就这样落败了。宋七力说，他不是佛，不会这么做，他会保留这些大师们的权威尊严，不忍心让人难堪或因此产生埋怨，宁愿自己落败，等到大师们回到家后才发现自己定住自己，自然会明白什么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了。这个摇晃的力量源自本体的摄照力，本体相应光体所启动的心地动摇，流露在肉身的五官知觉中。释迦佛放光时，六地之心地震动的现象之一，绝非缺乏形上认知者所谓走火入魔、鬼附身或是气功灵动的现象。心保持本心体的观念，绝不会走火入魔。往内沟通本体，久而久之，由内而外显发，收敛自如。宋明理学探讨天人合一之内蕴，良知良能，钻研了两个朝代，仍然难于显发，一筹莫展。宋七力直接开发本心体，明心见性，本体显现，自然产生内定与外定。现在先示范内定，内定以后才有外定，按平常的动作示范体会定。初学者刚接触本体概念，内心出现震动现象。最初是本体与其五官意识的感应，内在的感摄力从摇晃中明显的摆动，此摆动是本体的摄照力含取宋七力的言语产生感应。初次遇到这种现象，亦陷于自我怀疑。这种力量来自于内心，此非外来鬼神附体，而是本体启动清明体性，随五官知觉流行变化。示范的目的在于体会，从认知中明白自心本体的功能变化，不断的体认，再由内定之能量发出转成外定。郑先生能否摇得动这位先生？连推带挤，像是遇上了铜墙铁壁，人力与心力的较量，显然的心力胜于人力。内定与外定出自于思想的力量，在做心力示范，思想发出力量致郑先生晕倒，一个壮汉竟然瞬间体力不支，卧地不起，快把他救醒，快救醒，数分钟不解开就成了植物人。发出外定思想力属于如意力的范围。再示范一次内定，廖先生上来推推看，不必客气，开始推，心力定着，不要松开，否则会被推倒。好奇的先静观，郑先生可以一起推，两个合力共推，郑先生摆好弓箭步，连推带摇，还是动不了，稳重如山，这叫定身法。定身法是一种相应法门，是宋七力提供给会员最基本的体会。刘先生是修密宗的，密宗重视加持，宋七力让刘先生体认密宗的加持与放光之间的不同。这一起落间便完成放光，人求之不可得，亦不知己得，若知己得，即得未曾有。宋七力的放光不拘限任何形式，因人而异，应事而行，随顺变化，以思想无限分化，超越时空，能瞬间定时预约或分解动作等方式展现天道。
天道的流行变化现象处于无为之势，完全不动声色。人道的举手投足动作皆属有为法。人的复杂有时连人自己都受不了，像这样已经不是普通的复杂。郑先生是个精明能干的人，饱读经典，具有大师的风范，相貌堂堂，能言善道，曾经怀有一掌遮天之能，纵横天下之势，驱除众魔群妖之威，迫使得宋七力三生无奈。世人哪能不犯错，知错能改是善人。古人有言在先，圣人只是不二过，何况是凡人。宋七力未成道前，与大家一样的经历人生的种种过程，从地狱到天堂都体验过了，他怎么不了解人呢？知道人怎能不犯错呢？当然明白人世间的苦痛，所以宋七力直接对他说，初学道不要以自己为师，顺势而不强势，自大是无知的表现，人格未臻于完备之前怎能学道？没有智慧而自以为有神通，只是局限在把戏的范畴内，误人误己，峥嵘繁缛，不妨守黑就白吧。我要向这个宋七力致我虽然跟着宋七力本尊在旁边，但是我有犯无量罪了，所以我在修道的过程中，我虽然把宋七力本尊当作非常伟大的佛陀，我的心中有这样的认为，但是我的肉身思想中不时的会流露人性的这种自然流露，无形中用人来试，这样子的话就犯了罪，但是我自己不知道。尤其经过不断的检讨反省，然后才知道自己所知自己所做，因为在无上大光明前，所有一切所知的到最后已经回过来，所以自己所做的所有罪恶，包括维系的，包括最维系的，包括无量维系的，都不断的修炼。比如希望宋七力本尊能够无量大慈悲，能够加持这个愚笨的，能够让愚笨的人能够成就无量大道，能够利益无量。聪明人能静观，只有愚笨劣根者才在本尊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力，无意间钝根者自行流露出无明与私欲，自大的狂妄心促使自己走进歧途，但本尊考量其本体之向道心，重新给予悟道机会。天道本无善恶是非，因此即使忤逆十恶者都有机会向道。既然忏悔了，原谅了，既往不咎，有错自己打嘴做个结束。自打嘴巴是宋七力思想控制。感谢光，赞美光，感恩本尊宋七力。我的名字叫张淑芬。在三年前，一个很特别机缘之下，我开始教人家打，带人家打坐。在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早上，我在车上的时候，就有一座光来跟我说：“你要不要参加一个一座光？”那时候我没有听说你过一座光，我跟他讲不要不要。当天晚上我们到一个林先生家里面，他们就给我看
本尊的照片，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可是我一直叫自己不要着迷，不要迷信。可是因为看到这照片有喜悦的心情，所以我就把照片请回家。在照片前面，因为我是常常静坐，我就在那边静坐。静坐的时候，因为我以前叫带人家打坐的时候，他们都有感应，他们会看到不同的菩萨道跟光，所以我开始在本尊前面打坐的时候，我们打坐的人就有人看到不同的旋罗光跟一个穿西装的人出来，因为他们也没有听说光身或者本尊。那时候我就知道光身跟本尊是在帮忙我慢慢开我的智慧。在这中间我有什么困扰的时候，光身总是很简单的几句话来让我开我内心的智慧，我用同样的道理去帮助别人。到今年90年的中旬，我跟我师兄开车到南部去，在那边的时候，我自己的本体就一直念感谢光赞美光感恩本尊送其礼，我就一直念一直念。那时候我用一个很感恩的心情，因为我本身中文程度不是很好，我不会赞美，那我就晓得哦，这是将来我的赞美词。赞美了一阵，在车上赞美了一下以后，我就开始用唱的，就用唱的来代替这个声音。那我从南部回来以后，差不多经过新竹了以后是晚上，我又本体又开始唱感谢光赞美光感恩本尊送其礼。到快台北的时候，光身他中间教我很多东西，后来光身就出来讲，他跟我说以赞美之心看这世界，以仁爱之心感化世人。我赶快把这写下来，所以我嘴巴一直念以赞美之心看这世界，以仁爱之心感化众人。后来这个时候已经晚上差不多10点半，我们就到台北吃宵夜，我们在路边吃宵夜，那时候是在地下很脏，我在想这么脏乱的地方我用怎么能赞美法呢？光身就说你不能这样子看，你看看你隔壁的那一桌人，一家大大小小欢乐天伦之乐是怎么样，这是多可贵。我心里想这也很对啊。到后来我们开车回去，在忠孝东路已经快11点了，那时候车子很乱，我想我怎么赞美法呢？光身又说不对了，你看看在这个时刻有这么多人那么愿意出来，所以可显在这边开车可以显示这个社会的繁荣人心的健康。那时候我就领悟到看这个世界跟这个人类跟同胞们，我们要以赞美的眼光来看它，所以你看的角度就是不一样。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去感化自己。那光身跟我讲把这18个字送给同修们，跟把你的歌把你唱的赞美词也送给同修们。所以过了一个多礼拜，有蔡先生请我到他家吃饭，我们差不多6-7个人，那我就把我的感觉告诉他们，我也唱给他们听。那时候我们6-7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应，也不同的喜悦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18个字印成照片，印成照片，希望能送给同修们。那时候我们在讨论怎么做的时候，光身就说我们在计划印几千张，他说不要印这么多，你只印少数的，因为你印太多照片的话，别人不会珍惜，会糟蹋了照片。所以我们就只印了500张，大大小小500张。上个礼拜我送到中心来，我的本体希望我出来站
赞叹，可是因为那时间太晚了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，所以我就利用时间把我的感觉讲出来。这整个的印的照片都是我只是建议，都是一个蔡先生他做出来的。最后我希望我们大家同修能以赞美之心看这世界，以仁爱之心感化世人。那我现在最后我以用唱的方式来赞美光，赞美本尊。感谢光，赞美光，感恩本尊升起立。感谢光，赞美光，感恩本尊升起立。感谢光，感谢光，感谢光。感恩本尊，我是安徽的合肥来的张李松。合肥。我是做企业的，我以前的性格特别毛躁，包括就是脾气也很大。接触到本尊道以后，我的这个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我老婆也说性格变得很缓，关键是把这个烦恼压力全部断掉了，现在没有烦恼，很自在。再大的烦恼，包括公司再大的压力，我瞬间有时候最多十分钟半个小时就一点都没有，老是就想到他正面的那一块就转化了。这个对我的人生观感变很大。还有喝酒，我想体验一下那个定身和吹一下气能不能承受得了。定身你现在哦这样，脚也这样，想拉开想这里拉开都定住了，现在还会移动表示还挣扎有力量。第二步他拉不开，拉不开了，现在还可以动。第三步连动都不能动，甚至像手铐一样把你铐住了。铐住了，有，比如说抓犯人一样，你手铐好像一个手铐铐住你这里了，铐住了，就被我抓来了，就往前走了，往前走，你要滚滚不开，好，开始滚不开，你越挣扎越紧了、现在连动都不能动，刚才让你有一个抵抗力做研究。还会震动也不行，定得很紧，手铐把你铐住，而且这里都铐住。还有看到一只绳子像牛仔了，在抓你。看到绳子、看了，一个绳子把就缩起来，然后一直转把你身体绑住了。绳子的感觉，绑住了。绑住可以拉你向前走，定住。比如说让你眼睛看不到，我用闭眼睛代表了，不能说马上看不到，真的会盲。你眼睛还是张得很开啊，我这样一闭，你眼睛就看不到东西了，看不到，闭住了，闭得很安详。你可以抵抗我，怎么张都张不开，怎么张都张不开，张不开，张开，这样可以哦，是这样。比如说这个不会受伤，你的元气啊精气神瞬间消失，冷下去坐在那里没办法哈、怎么爬爬不起来，你爬爬看试试看，你现在上步还可以活动，连力量都没有了，手也没有力量了，连抵抗一点力量都没有，可是意识很清晰，脚全部定住，全身定住了，而且嘴巴会喊救命啊，一直喊救命，这不是你要喊的，没有气力喊，没有气力哦，忘记了，你看哦，没有气力，好，我给你力量，起来，哦，很快，感恩本尊，感恩本尊，哦，OK，我来，这样这个。
哦，你再跪一次。爬不起来了，头一直磕着连在地毯上的，用力抵抗，怎么抵抗都不行，要连得紧紧的，好像钉着一样。好，起来。感恩本尊。他满意，给他满意。只要满意了吗？给他满意。对啊，你要求定生活啊。其实刚本尊在开示张先生时候，我和您的眼睛对望，那我感觉就是说呢，又有能量钻进来。是的，有点气动这样。重于气功了，重视气功。你那个力量是你本体的摄受力。是。比如说现在我这个力量和顾小姐的力量一样。是。比如说我现在这样，你也一样，这样一样会做下去。一样会做下去。对。这样会赶紧拉起来。是。和那个力量一样，因为摄受力很强。但是更快。你现在要做，做不下去，你抵抗我，怎么做都做不下去。这样抵抗还有晃晃动，现在好像固定，连动都不能动。你要做都做不下去。我说我不要做就做不下去，连动都不能动，静悄悄的。对，哦，这样就做了。你要抵抗也不行，这样就硬力量把你拉起来。哎，你先坐着，好，你不站起来，但是我一摇，他就自己你忍不住就站起来。你给我抵抗，站起来。哦，你看，不用抵抗，不是你要抵抗，要抵抗，无从抵抗，无从抵抗啊！你一抵抗，它就越快，因为我要用你的力量啊。你又讲到一句我要想要赞叹的，你说越抵抗它越快哈，越抵抗越快，意思是要用你的力量啊。它是个壮汉，我这个气吹过很多人，台风吹不倒你，你弓箭步，尽量抵抗。我是介绍如是力。弓箭步啊，弓箭步没有用。你捡到了哦，你捡到了，你捡到了。OK， 来来，江宏英，哦，来再来再你，哦，江永业。刚才看到本尊给那位同道那个，就是说，弓箭步嘛，弓箭步。弓箭步，我是在介绍定生华，回去带动定生华，先内定，内定成熟了，就可以发出外定。对，好这样哈、哦，你现在手僵，我这个力量如是力，如是做，你抵抗我，你不要配合我，你现在握紧，转过来握这里，握这样好了，握这样，握很紧，你不要张开，张开是我的思想力量，我的思想力量。就是如是力，如是做，全力抵抗住，抵抗我，不要配合我了。我弹指之间你就开了。弹指，你没办法握，好，再这样，再保持这样。弹指之间握拳头，自己会握，像定身法。自己的力量遗失了，找不到自己的力量，这样你手拿不下来了，拿不下来，就定在那里了，你不动了。现在还可以摇晃哦，定住连动都不能动，好像钉一样定住，连动都不能动，脚也不能动，你现在也不能走路了。看起来不雅没关系，被我说过定身法，你就有定身法，先内定再外定，一样弓箭步。我还知道喝多，没有解开啊，没有解开就一直在那里啊，没有解开就不行。就说三天不小便，三个小时就哇哇叫了。马一龙被定的哇哇叫。正升华包括很广，呼吸、思想、知觉、眼皮张不开就张不开，力量失去了，怎么力量？思想可以改造，声音改造，意识混乱，可以给你改变，变成男生的。比如说，你是女人，是，你不要配合我，你是女人，可是讲出来偏偏我是男人。好，开始，来，对，可以改变啊，
如是立，如是坐，来弓箭步，你看我做那个弓箭步，好，完全定住，弓箭步，那不会受伤，你放心，你尽量抵抗哦，都不用配合、哦，一吹弹就会坐到椅子上，速度更快，速度还可以让你慢慢像打太极拳一样。你现在坐在那里，你坐在那里不动，可以叫你马上走过来，如是立，如是坐，开始，你可以控制，很礼貌。如果定住起不来就起不来 ，OK， 起得来起得来，起得来起得来，刚才讲起不来没有解除了，这样可以哦。我走坐过你都会呼吸，如果你不能呼吸，你嘴巴马上张开，嘴巴马上呼吸，定住呼吸，如是力，不要配合我，你保持你在呼吸，你现在在吸，如是力啊，不能呼吸了，赶快张开口呼吸了，才知道定住你的呼吸了，开始，哦，受不了、哦、想呼吸又没办法，嘿嘿。思想没有思想的隔空，思想忘记自己了，可以把你思想让它交换。好，正常，正常，正常。呵，OK，OK，OK。眼色受力很强啊，所以你看到黑色，我才顺便带动一下。包括做鬼脸，比如说女人漂漂亮亮。欸、你开始做鬼脸，你怎么抵抗、欸、你体会了，你体会以后你做别人就会开始做鬼脸，伸舌头，然后这样，哦，这样好像猴子一样开始，你看他做鬼脸就这样、欸、大笑啦什么，你看都来了，你控制不了、欸、做鬼脸，然后这样、啊、然后大笑像神经病这样、欸、都可以这样一念间你、啊、以前我都喜欢人家做鬼脸、啊、你只要抵抗都没用、啊，用你来做鬼脸一定要去，好了，消除消除。做参考，因为这样提到黑色的猪，黑色的猪一出现，大部分针对排斥的人。以前呐、啊，我说以前呐、啊，现在我都劝他们全部都不要这样，全部让人家欺负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与世无争啊。上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本尊有给我做电身法，本尊当场讲：“啊，你脚转去。”啊，我就改。等起哦，身躯是袂安怎，又没有痛，但是我感觉说，我都没有痛，为什么会哀叫？哎、好痛啊，那种感觉。就拿学长啊？没有，现在不会啊。我是说当场。哦、当场哦、欸，当场。那个是本体的哀叫，还是说是什么？当场脚是不痛。那我今天跳。脚不痛，袂痛，脚袂痛。我灵魂唔是本体，本体袂。我这电身我是对灵魂的。对灵魂。对灵魂唔是对本体。对。对灵魂的，甲你的肉体五官意识甲第六意识，因为灵魂掉伫六七意识内底嘛，甲你五官意识保留，第六意识甲第七意识甲你切掉，所以你会当真无当用。所以我那天回去之后，我感觉说，哎，奇怪，我肉身真的就是这样子，也不痛，为什么？会呻吟，就是讲真艰苦，哎，真因为不痛，阿个滴呻吟的灵魂的听的听，哦，是灵魂的听。你看我个，啊，你灵魂足爱做这呢，我看你就足爱做呢，真的。你看你开始个脚骨掰脚掰来，开始掰，你袂使配合我哦。你灵魂足爱有那欠做事呢，你会使抵抗我，忙配合我。开始也拜来，按地拜，拜个作主人，拜个作金，拜个各啥各要求安尼啦。这唔是咧演你，这就是灵魂伊个兴趣，安做兴趣安尼，嘛做游戏安尼啦。你要配合伊，你看伊会听咧，听伊放互你听，你也无真正听，一定就是会听。好，开始拜个，手术了，搁算摇，手搁会摇，你看。好去，
站不起来，一动站站不起来。这灵魂的爱，这不是的人爱，伊人未爱。我问灵魂，我真在问你的灵魂对话。我问讲灵魂是不是你的爱的？伊会甲我回答，唔是的，唔是，是的，是。你们配合我讲，灵魂，你的肉体甲我讲爱甲甜，是不是你的爱的？灵魂，请回答。是。是就好啦，啊。你要继续听，你就跟我继续听啊！哈，是哦，你挡袂住的，讲是，你看，白个啊，吼，哦，啊，灵魂的迄落个啊，我讲安无唔对嘛？你看伊的手从起灯刀啊，忽然间起来，从起灯刀啊，你当我，扭掉刀啊，甲切掉嘞，安怎起都撇袂行啊！两只手把它吸掉，这种灵魂对灵魂就只有肉体实际作用。灵魂这是不是你在用的？还是讲是不是？就跟我讲不是。是灵魂做的。啊，你什么带一个吊带来的？弯吊。弯吊来的哦。是。以前在做什么话？做官还是做老百姓而已？我卡扎是做官嘞。哦，做官哦，哦，啊，烟草拢做个烧钱，啊，咪做个烧台啊。是。哦。我的武功足好个。哦，安尼，哎呦，坐咧等。哦，坐咧等。嗯，哦，武功足好哦。是。哦，武功足好，啊，你都拍我都拍袂着，你武功足好。好、哦，你拍袂到呢，嗯，是，啊无你要阁拍看卖无？啊，好，静下来，这里静，静袂到家己会走，这里拍，嘿，哈，忙弄着倒啊倒，好，武功真啊足好，哦，哎，拍手拍看会钓袂来，出去。拍袂钓吼。拍袂钓。哦。但是你袂肯定，我这手放了，你就等昏去啊。安怎都爬爬都爬袂开，爬看卖，我算三个了，看你爬会开，爬袂开，家己自动跳起来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。哎、欸，蛮巧的呢。好，起来。这灵魂呢？这灵魂呢？官调的做官呢？哦，你较早有哪抬足济人哦？无，唔捌抬人。啊，唔捌抬人，免怎做官？文官就对了。是武官。但是无抬人。无抬人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无不管食歹用，在卖咧煮饭尔。高底细，唔免太难。好好好好好好。迄阵安定啊，哦，好个在，啊，无你个面都无成太难个咧，啊。好，小强，我要互你啊，一支镜头啊，啊，看会巧袂？来，灵魂，嘿，啊，落，出力所有力，啊，落，嘿。我多无，好，无我多，搁张眼，我要镜头要救来，搁张眼，我救来轻而易举啦，你灵魂所有在搞一个，我分一个方，伊镜头就家己落来啊。哦，哦，好好好。哎，灵魂对，甲你切骨者，灵魂无唔对。灵魂对，含你斗三工，哎，灵魂，你有看到浑身灵魂拢显出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
行未转去啊，吊伫遐，哎，你行未转去吊伫遐，行未转去啊，行未转去，我甲伊电掉诶，行未转去，较行到伫遮咧睡。迷魂阵，你落入迷魂阵了，你落入迷魂阵，行未转去，你也真惊遐马一龙小金哦。行未转去，另外落入迷魂阵，真是行未转去几摆只。八卦迷魂阵啊，惊袂入来，伊这惊袂入来，睡来睡去拢伫遐睡迷魂阵。哦好，安好啊，好会当转去啊。OK， 哦，迄灵魂做到真好。来，够像。本尊帮他做过了以后，他就自己有时候会实验一下，做一下自己昏倒啊，就昏下去。有一次在厨房里面，煮咧物件，嘛做家己昏倒啊，就昏下去。我讲，你安尼煮咧物件昏下去，万一起不来，那条锅子唔都烧掉？他说不会啦，这个里面都帮我调整。灵魂的，伊爱再家己去做一遍。对了，一顿去拢家己过做一遍，袂危险啦。哎，伊讲袂。做了，我嘛动作安尼足优雅。是啊，你看拍滚，真正拢武术的呢。这个问题我有时阵捌咧试看卖啊，哦，放轻松，哦，心里在想里面。和灵魂的沟通。你打拳，我就家己就真的就拍起来了。主人灵魂的拍，动作我都唔捌，今生没有学过拳术，武术都没有，也比也足水。你看有诶囡仔六七岁做啊画图啊，好、天生诶，迄个灵魂伫迄落诶，足巧。你看真是武术的，叫武术，拢切会出来，伊诶天分随甲切出来。所以你无学过武术，叫拍出来拳头拢是意思。请本尊讲授一下定身法，因为我们做的时候定身法来，确实来，你有做过定身法？有时候可以，有时候又不行。对，你应该定家己，你自己做杯子拿不起来，自己做定身法，你家己意识也分两层，一个你知影你自己的意识，这个力量拿不起来，好像不是你的力量，你说定住。你想要提卡掉提不开，你我们试试看，卡掉提不开，这不是你的力量，你另外一个人部的力量，你自己的力量想要拿起来，另外一个是力量，也是你的力量，如来的力量给你定住，你要提，我真的自己定住了，要先自己会内定，你先开始试看卖，自己定，有了，定住了你有哪有啊？哦，定住！你即摆去书写念头，我愈要甲退甲，伊说定住安。迄、那个意思，恁两个意思，这拢你的力量，人部的力量想要拿起来，你如来的力量把它定住。定住了，你看，要定住，如来的力量把你定住，就拿不起来，怎么拿？一拿它就越紧呐、啊。你哪有啊？你哪有噶？定身法的人拿不起来，那杯子拿不起来，就这个原理，还是你的力量定你的力量，又怎么？定住，怎么拿都拿不起来，很轻松啊，都拿不起来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定身法嘛，你正坐着，你思想原理一样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站起来，我的人不思想，可是如来另外一个力量。压你的力量就是不让你站起来，你两个挣扎看不到挣扎，你就是自然站不起来。你讲我要站起来，站不起来。对，可是你想站起来，可是站不起来，用你自己的力量压自己的力量，就定自己是你自己，就是内定。你有哪有啊？你有啊？静坐不起来。可是现在我想坐着，偏偏让我站起来。这个站起来就是你如来的力量，坐着是你的力量。你现在输入，我要坐下来是你的力量。
可是他偏偏让我站起来，开始站起来就如来的力量，他还是站起来，他还是站起来，你还没，定了，还定了，你这边这也是你嘛吼，站起来是如来，做主人站起来，开始如来要让你站起来哦。恁的主人哦，来这恁三个一边，好，你要坐，但如来给你站起来，坐就是你的力量了，站起来就是如来的力量。开始，我要做一个动作，安怎意思？我来，你妈要徛的是你的意思，我徛我不爱坐的，这是你人的意思。但如来要叫你坐的，我开始坐是如来的意思，你力量可以和他抵抗。好，开始。这主人这个，按怎意思？我有一直觉得冲突了，然后就觉得脚酸硬硬的。你要抵抗脚弄的酸呐、啊，冲突消除，站起来就是如来的，坐着就是你。开始，有当者就是要把你扭起来。冲突消除，站起来就是如来。开始。我会自己去挣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是啊，你的思想入去啊。你三个真无抵抗的，坐着就是你，站起来就用另外一种力量给你站起来。这无抵抗的，好，你真抵抗，我偏偏不坐下去。可是如来就让你坐下去，好，开始就坐不下去，安得是啊，坐不下去，有抵抗的，我不坐下去。你看，坐袂到，坐袂到，你有抵抗的，啊，无抵抗的就较有抵抗的，即款有哪有抵抗的？我即款要让你坐下去，你讲我不要坐下去，抵抗，他还是坐下去，开始，有抵抗的无好，因三个就能做定心丸，我做过，你就能有机会拢会家己表达出来。做定心丸唔免点灵感，做定心丸有听你的本体发出一个定调的，迄阵你较做，伊带动你，唔忙带动讲定心，因为无啥意义嘛。我较早想要做定心丸，两百几个分一个方几个调咧，我始终咧做。定心丸范围足宽哦，因为拢亲身做过啊。较早做这拢真诶忤逆十二人，高一人我未去做这啊，拢诶挑战者啊。我开始做了，像迄铁器的、鼓鼓摸摸要挑战的，较早少年，我看少年，遮侪人要挑战，我嘛拢用定身法，等下到尾嘛拢，定身法有抵抗，甲无抵抗，头我先体会无抵抗的，搁一遍啦哈，你摊住啊杯啊就会啊，对啊，来做杯啊，你杯啊去摕杯啊，杯啊。你家己思想讲，我不要要甲摕起来，偏偏摕袂开。我这个就有，这个有那个就有。对啊，我就很怀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怎么拿拿不起来，两只手拿也拿不起来，用力。你看啊，你刮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么个人当一个，你这么盯着像铁钉钉住都拿不动，要这个境界，连动都不能动到。咬都不可以咬，这几种定生活，连咬都不可以咬，你想要咬它都咬不起来。我讲要有这个 take， 连动都没得，有一种是还可以动。你讲你定是连杯啊，一人你就能举一晚上啊。就针对这个，你用你最大的力量还是拿不起来。我要个那个准，我要个啊你。还会准安静。嘿，我还没输入入去，即摆我这外定啊，我这有半外定入去，要开始做这外定入去，啊，你吸着外定入去，你就变内定。你要做内定，爱我外定入去，你才变成你的内定。比如讲，我真无咧注意你，啊，你向后要退也退袂开。你向后要退，我卖看你，啊，卖开做，你也是退袂开，是不是呢？哦，我卖看你，啊，这拢退袂开，我外定入去啊嘛。但都开始无外定，就干你内定尔。
外定入你就提不开。那他要叫你做的已经有外定入了，只是你的如来做了。就做那人就好，点者就好，那个现象语言就是这个意思，天波的语言。这我你就就你小小小人冲来，看我没注意，提不开就提不开，连摇都没摇。就去我麦给你看，啊，你国公话，你退已经定伫啊，连摇都没摇，免得他们安该注意里面啦。你也小小，你看，真念的你看，哦，真念的，真念的，拢提不开，拿不起来，怎么拿都拿不起来。我问你拿起来了。有叮当啊，有叮当。好，你搁一边来，搁一边。好，念了，拢念，真相念了，提袂开，提袂开。你手尾甲摕底下都提袂到杯啊！你所要拿，哎，就叮当拿不到杯子了，就叮在那里了。你想要摕杯啊，杯啊都摕袂到啊！你也提不掉，你看，变生活，有你针对那个杯子，针对杯子哦，提不开就提不开，到那个阶段就好。你查某的嘛，你查某的，我问，人讲你查甫查某，你查某你也讲我查甫的，安尼咯，你想要讲我查某的，你要讲我查甫的，来，你查某还查甫的？查甫。哦，查甫的吼，伊含你唱反调。就像不要要退个，嫌你唱反调，对不对？你本身查某个啊，啊我问伊，结果你讲你查甫个，你查甫查某？查甫个。你？查某个。你？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查甫个就是这意思。哎，生命是我的，思想的容易改变，举一反三，规个拢会当掌握。这样如来力量发出来吼，就产生功能，自然的啊，你呐，没有理由啦。这不是催眠，它不是啥，这是如意力啊！有人啊，哎，范围足宽哦，思想种种啊，有阵咱无咧做，伊家己底下点掉咧，伊咧家己讲，就家己迄落，就咧带动你讲，你爱甲做完就对啦。莫讲硬硬特别甲你做，不是这意思。伊提醒人莫甲做，出家人较袂，你啊一般人做袂成，你莫甲做，迄做有阵解袂开，解袂开就吐的。该袂开是大量低调的，低意识混乱的个。哎，好做个，就较袂要紧。迄大量入去，你人免怎？哎啊，上天气的，我伫做迄个障碍人。迄个上天气呢？迄个做天气的呢？伊哪有可能含你偷走？迄拢有思想做个，互伊做了，甲体会，毋免含伊讲个呢。毋是讲先讲好先做，毋是。等于要行个，迄拢毋免甲讲，先甲颠了，伊家己毋知影呢。正经咧行力施工，等下迄个时，当然也无啥物施工和行力，唔是用讲的那种思想，直接入去用思想念力就会使，念力就可以定的，整个身体的一切都定得到，当然袂去伤害人啊。就比如说啦，力量可以跟你分解，思想意志可以削弱，是你意志消沉，啊，都得。精神分裂、忧郁症的也当属于哦，很有信心，很有向上精神哦。你生命很有乐观，都可以畅缓的啦。你这条有没有？这是吃药的问题呀、啊。有没有人做不成的一点都忙着？你是没啦，你出家人没，你无挑战性，你是咧体会、体会思想里边，你是爱体会哦，较深入。啊，头仔开始不是咧体会，头仔是要先有无啊了，就这个。等家己有哪会当体会，你做这有哪袂危险？比如说，你忽然间行起来了，只一人搁等一坐，输入了家己徛起来，家己当行一人，甲我离近者，等一坐，伊无爱，但是教授指令到，伊就家己爱恁做，行一人，来，行来到遮，啊了等伊搁坐咧，开始，伊要动啊，无法度动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来来，哦，这主人的呀，主人的，哦，来来来来，哦，给，啊，伊要动，不爱动，伊叫什么？行动。这主人的，动作会当分文雅、斯文，
啊，佮有当我袂跳动，安着错落拢会动。所以较早我搞怪作惊，我人生哎，跳动安直跳来有，啊是跛脚安拜呢，拢会啷做？跛脚啊，脚骨忽然间力量给你消减，唔免着佮你动着，你力量自然无。脚骨跛脚，无佮你解你永远跛脚，如意力啊！我开始在拢用真生活，啊，我唔是要争取人相信啊，而是用体会本体的力量。人要安怎赢天？你如果感应到这个力量，就像他这样，他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拉着你。书本推向谁？谁的这个？哦，所以这本是跑不起来，然后拿起来他才能起来。接着更悬。再像他坐着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叫你站起来，你要抵抗也没办法，他自己就站起来了。你看。就站起来，啊！你要坐不下去，你看我就按住了，他怎么坐不下去，用力没关系，他不会套招。抱着怀疑态度，我走到这位大哥面前，不论我怎么用力推他，他真能稳如泰山。但是数万信徒始终深信不疑。多谢我林上周佩人在桃园采访报道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有一个人其实没有拿枪，说我现在开枪射你。你不要回头去看，你会不会紧张死了？会，就是有信息嘛，有暗示嘛。是，我就会紧张啊。就是那个特异功能很厉害的时候，汪永庆的公司也请好多的高人来。那汪永庆就很兴奋的请华视记者，就那华视新闻杂志去采访，说你看我们要公开的表演。那华视记者，那个新闻就等于华视新闻杂志就跑到我那边来上课，他说姜老师这个不一样。我说很简单。那一次公开我马上就讲到重点。我说你跟王永胜先生讲，说我讲的哈、就是说假定他的花功真的会有效，那请他在他的等于是他的主管跟他之间用一个黑布把他隔开。他花功的时候不要讲我要花功。好，那然后这种情况下，你叫他花100次10000次，不会动。所以汪永庆，所以如果汪永庆和特异功能者在中间用黑布隔开，他不管发几次功，他都不会动。但是如果黑布拿掉了，汪永庆就看到你了嘛，就好像我要打你，我要干什么嘛？哦，你会闪一下。对呀、啊，这基本上那个本能反应嘛。哦，所以是这个概念、暗示嘛，所以我讲暗示嘛。所以宋七里他很有可能是利用心理因素，没有这个或者是魔术，没有。所以你看宋七力跟妙禅所有都不一样，他不会这个，他不会宣称我像佛陀，他没有，他只是说我有光，我有分身而已。但是听讲伊足好起来哈。哦，这个问题不在他，是因为感动诶，大家听说他有那个光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就根据这个来演出，第一个先在一些小咖啡馆演出所谓的刚刚那个。暗示会动会倒，好，才开始。那后来有一个人，就专门弄照片的那个，再加进来，就变成显像了。伊名称卡拢是钱哦，我来听人安尼讲。没有，那个时候原先就是说那个照片，因为跟神跟这个有神通嘛，所以一张卖10000块。那因为在市场一开始。齐美凤还没有跟他揭穿之前，销售很好，因为从来没有人去扮演所谓现代的神机嘛，有照片嘛，所以他基本上甚至成了一个显像馆，对不对？那这种情况下，你看他当时有人要给他劳斯莱斯，哇，好多辆，和那个瑞士表，还有田地所有权状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他钱多到不得了，所以他不是讲他初期也那么多钱，他去香港每次都刷3000万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是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这个，可是后来戚美凤跟他讲说：“哦，你那个有给那个谢长廷政治现金。”后来这个东西出官司以后，他就对金钱的做了重大的改变。那么这个改变，你先说，经过谢长廷事件之后，他才有重大的改变。好，我们就来听当时谢长廷怎么说。
我相信有神，宇宙有一个神，那我相信他们看到宋基立啊的什么分身也好，看到生活的世界，我都相信。那经过谢长廷事件之后，宋基立的金钱观有什么不同的改变呢？这个基本上他对，因为第一个你看他不玩女人，啊，然后他去外面用餐基本上不用餐厅的碗筷，都自己的，坐垫他都要自己带，好，那因为所以他不用人家用过的钞票，你信徒给他等一下，他不用人家用过的钞票，钞票很脏，哪一张钞票是人家没有用过的啊？所以除非你从中央银行印制厂直接搬出来，对呀，对，阿伯那好可怜啊，所以他的钞票都是新的啊，哇，因为那新嘛是银行的行员嘛崩溃啊，不是，问题是相对嘛。你我们你起领为，你交易那个钞票不是很脏吗？太奇怪钱我用了对啊啦。对，因为实际上知道嘛，你那个。银行念出来，嘿，就新的啦。对对对，第一手。对对对对对。啊。然后呢，你看他很会做公关，你看他是低调的。宋基立跟别的是，所以我们讲，所以荣耀链才不一样。宋基立跟别的是，他不会去宣称我是什么什么转世的，他不是。你看。当时人家讲说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他才用七力，为什么？人家讲十力嘛，就佛跟佛陀一样的十种神通嘛，就好像熊十力嘛。他说没有，我呢只有七成，所以叫宋七力。我的意思说，这个看这个无妨啊，因为你不一定会上当受骗嘛。哦，那我觉得宋七力基本上他有一个很好的。态度就是说，基本上你给我就接受，啊，你要拿回去，我也不反对。总之，他不会让你感觉有一种上当的感觉，但是愿走上钩。从江老师的观点来看，宋七力他认为这是愿者上钩啊。不过宋七力应该算是网络界的 P 图始祖哈。对，而且我们最早讲的是他那个显像馆最有名，就是他好几个分身嘛。那其实说就一般人的眼光来看，人怎么可能说出现在那个地方，而且好几个都在空中这样，很多人都觉得是合成的。不过宋七力却强调，他的显像照不是合成，而是用传统相机拍的，没有造假。我那些照片经过18年后去日本鉴定，每一张都通过。用19种高科技仪器检查出来，而且那个是日本检验专家。
化生。不管到你心情如上来一百千元呢。
乘丰南夫妇请至本馆柜台。乘丰南夫妇请至本馆柜台。
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啊，你别接我。我在车间怎太热了？Thank you.
我们修炼的人是这样，我们修炼一个程度，我们本身就会发光。这个光的名字叫什么？不是叫光，叫气光。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，并不是一个人的权利。我看得真可，延续生命的能源。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对。如果我把这个老化把它打退，消化掉，嗯，我们身体要健康。嗯。就是研究，对对对对，咱们对不起，耽误你们很多的宝贵的时间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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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这个叫什么？
贼，本尊哪里去了？把我留在这里，我被放鸽子了。生的时阵，这里啊，它活动状态也不了，用根变根线给它出来。这摄影师在拍的时候，就是有宋先生的这里，然后按下去的时候，就是这些背景都出现。那个时候在美国看到分身的时候，本身之前没有看过宋先生，根本不知道，我是跟你说完全不知道这样子。所以你在美国看到那个宋先生分身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到很厉害？看到宋先生的分身是我记过什么他写了哦，快了，因为林带哥变成他写的安哥没听过解化的解化好，但是他的分身就保护了，但是在比较中他不是当时代，当那个时间当的较高级。是透过我的本
信是一个迷惘嘛，如果真的要有信心，就是要有那中午的可以吧？Thank you.
你说到美国最紧迫的政治公司政治，也许你们可以做他的送去政治看看，看能不能通过。对啊。哦。长兵贼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小看他。你刚刚讲说他现在成为网络红人，对不对？他整个与时俱进啊！你现在所看到的，哎，以前的我们只能看照片，但现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是动态的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其实因为在网络上面，说真的，你说两百万人啊，有人看，有人说好，有人不相信。但是做媒体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有人说棒，有人骂，都代表有人看啊。而且两亿点阅，对啊，所以你想想看，哎，那个真的两亿点阅那个声量有多大啊？哎，我光听起来啦，他如果靠这个要收钱的话，那个网络上面你也知道嘛，这种你知道大量的时候 ，YouTube 他发钱给你的时候，你光那个红利你就收多少了？从网络的角度来看，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网络宗教行销。宋基理突然之间本来已经消失在荧光幕，消失在一般人的口耳相传中，想不到突然之间又爆红了。因为他说现在啊要讲网络，我才是真正的网络当红炸子鸡，我才是现在最夯的宗教网红。